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虚与心的第一个部分，第一篇里面呢有讲到心的德行呢很重要，我们的德行要稳固，一定要诚信，一定要守信。接着呢，文中呢还提到了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这个部分呢牵扯到的是我们给予人民高度的信任，这样子呢我们安排百姓去做一些大众的工作，造就普罗，他们才会欢喜愿意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是很无私的，都是为国家谋福的，做出来的事都让他们相信。假如没有这个信任的基础，就叫老百姓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为什么没有信任基础？君王领导者很重视自己的享乐，那都叫老百姓来帮他盖房子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，假如是这样子做，他就没办法赢得人民的信任，最后让人民流离失所，这一段话呢，前面还有，在《论语》里面还有讲到，君子信而后敬。朋友之间呢，亲人之间呢，有了信任的基础，才好劝谏他。威信则以为邦己。我们还没有信任呢，就去劝谏对方，他会觉得你在诽谤他，或者呢对他有看法，那纵使好的谏言呢他也很难接受。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到信任的基础在人情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比方我们年轻人到一家公司去上班，学过弟子规的为人要正直。
下班以前拿出十大罪状，然后拿给老板说，我这个人特质就是正直，有什么说什么。这个就是你跟同仁的问题，你自己好好看吧。这个老板一拿起来看，你写的不错，明天不用来了。我这个在人情上就不敏感，控制这些教诲呢，通达人情，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。那我们换个角度，我们今天要去劝谏别人，要赢得别人信任才能劝，而我们自己的行为值得人家信任吗？哇，那这个应该是第一步。信任不是要来的呢，是自然而然人家发自内心提起的一份信任。弟子规有一段入孝处地敬而信，可见他这个信在我们人生当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做基础。比方孩子不信任我们，我们怎么教育他？夫妻不互相信任，怎么同甘共苦？君臣不互相信任，怎么上下一心？兄弟不互相信任，怎么可以皇族边境？朋友不互相信任，那在整个社会当中就没有办法安全感，互相怀疑了。尤其像现在商业，那是生意关系、朋友关系，都是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，这个家庭社会才能安定嘛。所以这个信任呢，不只是言语的诚信，还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能不能赢得亲朋好友对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弟子规开始讲凡出言行为先，这是讲言语，讲出去话呢要真正说清楚。话说多不如少，这个已经不是说讲出去的话要说信用而已了，是什么？话讲很多的人不值得信任，言多必失，而且话很多都不懂得先看看情况，心很浮躁，有话就啪就出去了，啥时候得罪人都搞不清楚。话很多啊，一来不谨慎，二来心里很急躁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易经告诉我们，急人之子多啊，躁人之子多啊。一个人心里烦躁了，就不谨慎，很多时候会得罪人。所以讲很多话的人，很急躁的人，有阅历的人一看呢，就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信任。你把很多事交给他，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他，他出去乱讲就不行了。事以密成，事情要做成要比较低调，比较隐秘，不要张扬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做好事太张扬了，容易招来人家的嫉妒障碍。还比较沉着，比较寡言，不要多言。当然了，不要讲到这里呢，大家出去就说蔡老师说话不要讲太多了。话不要讲太多是不要急躁，要看情况，该讲还是要讲，
什么？所以这个中庸之道啊，最重要是要做的是讲出去的话能真正利人，再讲不要讲太多废话，不要把讲太多牢骚话，更不要讲挖苦人的话，不要讲人家的优势，那个都是大忌。但虽然平常话不多，只要对团体有利益，能够让团体之间化解彼此的误解冲突，一定要去讲。一个人话少，说我这个人就是话少，那话少便知足。说该讲的时候不讲，仁慈心何在呀？对团体的忠诚何在呀？这就执着自己的性格，这个心量太小。一个人心量大，有大局观，只要能利益国家、利益团体，叫我改掉什么本来的习惯跟个性，我马上用力去改。这个才是学古圣先贤，胸怀要大，不能孤芳自赏。凡夫做主比不出啊，但我们学传统文化要跟孔子比啊。我们一跟孔子比啊，就知道自己自暴自弃了。一跟凡夫做主比呢，高高在上就不好了。得比于上，则自耻；欲比于下，则自尊。大家看这一句话，也在展现什么样的行为值得人家信任。一个人，你看他一言一行，常常提醒自己效法孔子，得比于上，值不值得信任？值得。假如这个人你说他两句，他都说：“哎呀，我不错啦，我比那些人不错啦。”那这样的人值不值得信任？他不值得信任，他都跟差的人比，怎么会值得信任？欲比于下，则自尊。一个寡欲的人，他在处理大众的事情、公众的事情，他才能当值啊。一个欲望低的人才值得信任，欲望很多的人迟早出事。所以欲比于下则自尊啊，值得人信任。有一个贪污案，牵扯的面非常非常的大。当地很多高官啊，统统被抓起来。哇，那个走私案呢，金额吓死人。连当地的公安局局长统统被贿赂。但重点在哪？重点在所有的官员都有弱点。都有一个欲望被没有办法放下的欲望啊，被收回。哇，那个走私案的贼头啊，贼王啊，他说到我说到，只要他有想要的，我就能买通他。诸位学长，你还有想要的吗？老子说这无欲则刚啊，很有道理啊。曾经我们听说一个高官啊，所有的财物礼物在他面前都没有动，但他还有一个弱点，
喜欢看足球赛。后来哦，那些人真厉害啊！打听到最后，知道他喜欢看足球赛，还真的去买足球票送给他。后来还被人家揭发，他自己呢，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嗜好，自己也辞职了，郁郁寡欢如斯。自己呢，不好意思退休了，最后可能觉得晚节不保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一个高官呢，喜欢什么？喜欢书法，画山水。哎，这习惯好不好？看跟谁比啊？哎，算不错了，那陶冶性情，结果又变成一个爱好。哇，那个贼王很厉害，没送他，借他看，把一些很稀有的都借他看。称赞他书法写得好啊，画画得好啊，哎呀，可不可以送我们呢？哇，你看他喜欢那个人家，这么赞叹他，高兴，送人呢、啊？送了之后，哎呀，我们哪里东西不行了、啊，给他钱、啊，送他东西了，哇，最后就陷进去了。好，诸位学长。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呢，要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没有任何那种贪欲会无法自拔。这样他在整个现在的社会啊，才能抵掉这些诱惑。大家有没有信心教育出无欲则刚的孩子？现在在讲心，要有信心哦。但是很重要的一点，首先父母要无欲则刚，不然教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上有好者，下必生焉。你父母领导喜好的，底下的人呢，可能会更厉害。比方父母喜欢赌博，孩子可能就变赌王了。为什么？他5岁就开始学了嘛。好的习惯，底下下一代清楚，坏的也是这样。所以要教育孩好下一代，很重要的，要从我们自身开始要求起。要带好下属，领导者首先的行为示范。而我们刚刚讲的《弟子规》都有，得比于上者之词，见人善，即思齐，众聚缘，以见其友。欲比于下者之足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无生气。这样的胸怀，这样的德行，值得人家信任。所以信篇呢、啊，讲得好啊，话说得不如什么。以此事物令教，一个人在回答别人的问题，真的半天，人家还信任他。事实是怎么样？正直去回答，物令教，不要动小聪明，不要辩解苦，见巧语，会无知，舍己其人，勤俭之。一个人讲话常常讲这些粗话，不恭敬人、啊、谁还信任呢、啊？
时间，媒体常常说什么八卦新闻。哎，我们马来西亚有八卦这个说法吗？这个八卦是我们文明的，易经八卦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们居然……哎呀，真是的，不振兴文化不行啊！都已经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。我那一天走在路上，看到一句话叫“成人之美”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京剧的，注意看，美容公司，这是成就别人的好事啊，善事啊。”我就把它拿来用这个，那个正宗是破坏自然环境，不注重环保。只要破坏自然，都会有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五年、十年之后啊，它就开始痛了。而且，那个美容知不知道？我曾经看过去做过整容的人，笑起来哦，很不自然。其实。那个一笑，人家一看，哦，这个应该整过容。其实啊，真正能够让人家看起来越来越欢喜啊，是你有修养，或是你讲话不柔软，不给人信心啊，人家跟你聊完天呢，越看你越舒服啊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改天我们再聊一下。有人缘，越看越舒服。所以这个八卦不可以乱用。那个挖人隐私啊，这种传统文化要注重隐恶扬善，不然那社会风气啊，都是扬人家恶就麻烦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于是扬人恶，即是恶。己之甚，祸千足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可能人生会遇到一些别人找麻烦？很多情况可能是我们无形当中言行去伤到。学传统文化是当个明白人，找到每一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。学习因会，不可过。好，《弟子规》又讲：“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。”这个就是赢得人家信任非常重要的态度。还没有判断清楚情况，道听途说就去讲。第一个，最后人家说你讲的不对，你不信任。再来讲错了，那个当事人觉得你侮辱他，那就麻烦了。思维低，对于一个道理。家问了，不要中途去给人家讲，到最后人家去阐述说，哎，跟你讲的都不一样，那就对你就丧失信心了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强不知以为知，此乃大愚啊，这愚昧啊，本无是。不生死，是为不服了，走自己的福了，
什么本无是而生是呢？一定是好假，多事，本来没事的转来转去，假有天数都没有事，扩回祸福，怎么是非已无情？这个就是人在社会当中轻诺，进退出。你轻诺了之后，最后没有办法，还是要这个婉拒了，还是要违背信诺了，就麻烦。可能当时候我们拒绝了，他会一时很难受。可是这就见人心，他一时难受了，慢慢了解我们做事。怎么赢得他的尊重？可是因为怕他难受，轻易答应了，最后做不到，可能这一辈子人家都不行了。包含我们当下确实不能确定的，不能答应，可以先跟他讲：“哎，你让我考虑一下，我一些公司啊，一些我。”家里的情况，看有没有办法答应这件事。两天以后啊，你再答应他，缓冲一下，也充分了解一些情况也好。条件可以答应，条件不可以啊，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他，请他谅解。其实处事当中啊，有一个缓。还是挺重要的，一下子很急了，没考虑清楚，最后都进退了，都很狼狈了，都很为难。好，反道之终其数，物积极，物无悔。我们刚刚讲话，你讲话很急躁吧，人家会感觉到你的心。而且啊，你终其数讲话很清楚，人家听得很明白，对你讲的话，对你做事啊，比较容易产生信任。比说长，此说短，好讲长短，这也不值得人心。见人恶，其内心本这样的人，值得人家信任。见善思齐，见恶那些，假如见人恶，既要跟人家吵架，既要跟人家冲突，值不值得信任？那就匹夫之勇了，不行啊！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友来，益友去，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。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德行，他的经验，都是循序渐进的积累。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很有智慧，变成神仙。我们成长的过程，没有父母的教导跟提醒，很难不犯错啊。到了公司去，我们在这个领域重新学习，没有领导同仁的经验传承提醒，哪有不犯错的？所以一个人假如没有具备闻欲恐、闻过心的态度，那他这一生啊，不可能有大作为，他也不可能智慧德行不断提升，他不受教啊。所以闻欲恐、闻过心的人值得信任。闻过怒、闻欲乐，
谁的人不值得信任？过能改，归于我。能吃过能改的人，值得人家信任。唐寅是真一个，不值得人家信任。好，那从这个信啊，再延伸开来啊，弟子规所有的教诲啊，做到了值得人家信任，做不到啊。深入以后会看相算命，是不？你说这个人能不能用？你看他如则孝做的怎么样？忠诚出于孝之者们，你看他能不能跟人相处的和乐？你看他出这个题做的怎么样？你看他事情能不能办得稳妥？看他谨慎的态度。亲朋好友的信任，在这样的基础，我们才能去利益我们的亲人，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才能去尽我们为人君、为人臣的本分，好，才能去圆满我们这一生的彼此这一份缘分。而这个序语最后啊，提到孔子回答子贡问政，这个政就是治理人民，而这个治理人民啊，延伸到现在的企业都是同样的道理，主民主事民心治，这个在一个国家团体是非常重要。子贡啊，也很善学，就问，在这三个当中啊，不得已要去掉一个，你先去什么？孔子回答：先把军队去掉。在这两个当中有，还是有一个要去掉，去哪一个？食物去掉。哎呀，没食物会饿死呀。现象啊，我们看的还是非常震动，就是公司里的员工啊，把自己的钱拿出来，然后到老板的前面说：“老板，你不能动，我们的钱先借你。”你看哦，他财务已经周转不过来了，他没病也没死，他有什么明星事？韩国在那一次的金融风暴很快速的有经济复苏，哇，那完全取决于啊，这个他们人民人群的相信力。好，所以啊，其实最关键、最重要的东西啊，有时候是眼睛看不到的。食物看得到啊，人心看不到啊。可是那个人心啊，可以在最大的危难当中啊，化险为夷，也可能在太平当中啊，一时得病，都是这个心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一篇左传的文章啊，第十页。曹刿论战，庄公
加这么多的俸禄，就应该尽更多的责任才对。又何见焉？就是说，你又何必呀、去参与这个见，就是参与干预这一件事情？劝他别去了。贵曰：若是这笔未能。就是这些在位的人呢、这个比就是出肉钱肉，就是见色还钱钱肉、这个比的意思是指的这个情况，未能远谋啊，他们不可能能够胜。为什么这些领俸禄领很多的人反而不能为国家出谋划策想不远？这个就提醒我们，人在富贵当中很容易安逸，而且
常好的武将，好像岳飞，很惊人。看到岳飞啊，很害怕。他说训练出来的军队啊，饿死了都不可以拿老百姓一点东西，冻死了都不可以去煮老百姓的房子。军规啊，军律非常的严格。可是啊，百战百胜，哇，那打到老百姓对岳飞太有信心了，就跟着他走啊，觉得跟着他绝对啊没问题。打到哪，老百姓跟着他，然后就在那里开始生活了。所以当岳飞被射到箭牌调回来啊，那一路上所有老百姓痛苦失声的，这样好的将军呢，居然国家没有了。岳飞讲的，文官不爱财啊，武臣不惜死。但文官一爱财啊，就变成既得利益者。一个人好安逸爱财，他想得圆满。欲令自立啊，利令自焚，考虑不了那么远。其实人只要持贪念，看事情不见得看得准。这个贪念哦，有对物品，对这些物质的贪念，食物、衣服、车子、房子；再来对人贪念哦，哦，比方说你的孩子，你偏心哦，你看事看不清楚。哦，比方说。看到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，你也看她看不客观，哦，你要很冷静哦，不是那种欲望起来了，欲望起来了看事都看不住，冷静不下来啊。大家应该有感受，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比方在读书正在工作职场，有没有感觉说遇到这个人觉得哎呀，才认识他半个月，哦，好像三五年的朋友了，高不高兴？别高兴太早，那个是缘分很好，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缘分太好看不清楚，甚至还袒护他的问题，这是欲令自焚，利令自焚。这不是我讲的啊，大学讲的。大学说好恶之气恶，恶恶之气美者，天下鲜矣啊，这很少见。所以一个人道德修养，看有没有功夫啊。从这里看，他能把好恶放下，很冷静、很客观去看人事，好恶的心，心有所好要不得其正，心都不正了，还能利益人？比方说我们在团体当中，人都敏感啊，这个时代哦，人都比较敏感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有，哎，奇怪了，也没说什么话了，怎么他脸这么臭？奇怪，我今天连话都没有说，他怎么不高兴？哦，你话都没有说哦，你刚刚那个眼神，他觉得不高兴了。你看看他觉得有杀气，比较脆弱嘛。但是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会
你假如一个人他生长的环境啊，父母很和乐，兄弟很友爱，哎，他内心啊就很充实，他会很热忱，因为他心里有爱啊，他就想给啊，而且告诉大家很有意思，爱心越给怎么样？有没有哪一个人说爱给爱心越给越少？没有吧？越给心量越大，所以这个内在的德行啊很好，那个利息都会一直加，会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，因为夫妇相处啊，在这几十年没有好好的学到古圣先贤这些教诲。在团体当中，你是领导，一个领导者，底下的人会觉得说，哦，领导跟谁比较好，会不会？你们都没有反应啊，你们的领导有来听课吗？难免了，人心都是这样哦，会敏感哦。好，这个时候。比方说呢，你团体当中都觉得，哎呦，领导比较疼那个人。这个时候，他犯错了呢，你很严厉的指责他，这些同仁会觉得，哦，领导很挺公平的。但是，假如他错了，你还袒护他，哇，你那个人性就死掉了。所以越亲的人哦，骂的时候要骂的越凶，这样人心才能平。Understand？ 哎，我们几千年来都懂啊。你看，我们跟人家吵架了，一回来父母就打了，打给谁看啊？打给邻居看啊？人心就平了，一句话都不说了，就回去了。是，哎，物而自清。哇，你比方说你在公司里面，哎，人家都觉得哦，你跟那个人不好，哇，那个人找你麻烦。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件事情，哎，比方说推荐人啊，你就说。哦，某某同仁有这方面的特征，啊，我推荐他。人家说，哎呦，他说找你麻烦，你还推荐他，对你肃然起敬。而且你的领导一看到你有这种胸怀，大气，心胸不狭隘。再来呢，对团体增加。谁跟谁好，谁跟谁不好，是吧？我觉得好像从念小学就是谁跟谁一派，哦，好累啊！我常常要在那里转哪边哦，真辛苦。人都是需求啊，好啦，谁喜欢分来分去的？在宋朝啊，有一位宰相。他当宰相的时间特别长，代表他的道德功业很受到君王跟社会的爱戴。结果因为当宰相位高权重，做很多决策。当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孔。
寇准。大家听过寇准吗？寇老西啊，建议宋真宗啊，御驾亲征。这个在历史当中挺有名的。寇准呢，学问也不错。寇准啊，一生也是功中提国啊。然后他要死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我差不多了，交代下去，把席子铺好。然后他躺下去就死了，哇，这么死真痛快！前提哦，前提是一生呢、啊，觉得无愧于社会老百姓。王旦的修养啊，比寇准还好。这寇准呢，就提到王旦以前决策上有什么不同，就给皇帝啊讲这些。讲了很多，后来皇帝啊有一天呢，就跟王旦讲：“寇准啊，说你这不好那不好，讲了不少。”你看王旦怎么讲？王旦说：“我当宰相这么久啊，铁定有很多不妥当的处事。寇准是为了国家忠诚。”所以才提出来，大家想，这样的胸怀、度量啊，给整个朝廷带来多好的风气。但是，假如他没有这个胸怀，他就开始说寇准也不好，我还给皇帝讲寇准的不好，完蛋，这个朝廷的纷争就来了。而且两个人都是这么高的位置的，所以一个人在团体当中的一种度量啊，能化解太多的纷争啊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，所以必有容得乃大，必有忍失乃戒，好事多磨啊。忍下来啊，包容下来啊，才能让事情持续发展下去。不然啊，容不下了，本来要做好事的，全都卷到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的对立去了。人要保持脑袋冷静啊，我到底要干什么的？是来跟人家争长短、争高下、吵架的？绝对不是。是为了团体，为了民族，为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啊，这才是我们的初心。常常保持这个初心，才不会意气用事，走到死胡同里面去跟人家吵架，跟人家是是非非的。王旦很清楚，和为贵，所有的大臣都是人民的榜样，臣子都争吵了，老百姓学到哪里去？结果后来啊，王旦老了，要走以前，皇帝很信任，怎么办呢？谁做宰相啊？宰相的位置很重要。王旦推荐寇准。完全呢，没把人家是相恩相怨放在心上。后来啊，这个寇准做宰相，就去谢主隆恩了、啊。真的，哎呀，谢谢皇帝的信任。皇帝要跟他讲，不是我推荐你的，而是王旦推荐你的。大家想想，当寇准听到是王旦推荐他，那对他的震撼有多大？哎呀，要求啊，我的德行远远不及王大人的胸怀。一个朝廷有这么好的官呢，所有的这些同仁就跟着他效法学习。为什么宋朝的宗
前面的人带好头啊，这个朝代风气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各地推展传统文化，我们都是带头的人啊，这个头得带好啊。包含你是父母，你是爷爷奶奶，你们家族的风气就靠你带起来了。以慎重之心立身，慎重的德行言行来利益自己的家庭，利益自己的团体，道无父母之远啊，这个家道才能久远啊，这个道风才能久远啊。我们刚好遇到一个时间因缘，在传统文化危机存亡的这个关键，我们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尽我们中华儿女的本分，不止有一份热忱，还要精神，还要真正的用德行去立行，它不是靠一个热情就能成就一个文化的复兴，必须时时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，而且有勇气对峙自己的习气，有勇气啊，学习自己最弱的能力，只要能利益大众，绝不推辞。这就是知人有三大德啊，才能成就事情。好学就悟智，智慧可以不断提升。只要静静不学来学习圣人的教诲。培养德行最重要的，不断扩宽自己的仁慈心，利益心近乎人。仁慈不断扩宽从哪里来？从服务人群，体悟到他人的需要，他人的困难。就像我们在学校教书，真正感觉到孩子很苦，孩子很无奈，很无助。不能呢，袖手旁观，要见义勇为。那我们一个宗教的人员，不用人家去催啊，我们自己就会不断鞭策自己，提升德行德智，知耻近乎勇。在立身处世当中，一定可以察觉自己的习气、缺点，用羞耻的心。有勇气去对峙，不会的能力赶紧去学习，不怕学会，这都是勇。要利益他人呢，不是要有德有智，还要有能力啊，才能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。你比方工作上需要学电脑，那就学啊。工作上需要会唱歌，那就唱啊。我们那个时候还传统文化，智力作业很重要啊，那就学啊。我说那个时候没人，我这个臭皮匠得出来撑一撑啊，还教人家女孩子要怎么做啊。哇，音乐课没人上自己上啊，赶鸭子上架也得撑啊。你尽心尽力了，更好的人就出来了，比你专长的人就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不下去。因为他们觉得人家这样都肯做了，哎，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就出来了吧。所以告诉大家，请这些有德有能的人出来，不是靠你的能力请出来，靠你的诚心请出来的。
曾经从哪里看出来？全心全意敬神敬礼，鞠躬尽瘁的态度，就能把很多人请出来。孔明是被怎么请出来的？是刘备比他有智慧啊，比他有谋略啊？都不是啊。先生未出茅庐，已知三分天下。哇，这孔明先生都没有离开他的茅庐啊，就已经知道天下的大事往三分天下在发展。哇，这是万古之人，说不解啊！赶紧给他跪下来啊，请他出山相助啊！孔明马上。习惯这些耕田的生活啊，这些恬淡的生活，哎，我不想再去那些纷纷扰扰的城市了。推辞。孔明一听，刘备一听孔明这么坚定了，当下没有办法擒住大权了，痛哭失声了，哭一边哭边讲，那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哭到这个衣襟都湿了。马上就跪下去了，为主将军之职，愿效犬马之劳，是怎么请出来的？是仁慈，对老百姓的那一份慈心啊，把孔明请出来。所以很多这些历史当中呢，我们深刻去理解那些心境，对我们一生呢都有很大的启示。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，我们时时都要不忘初心，我们的目的是为往生积聚去，绝对不能呢陷到这些人情的这些是是非非当中去，而真正要立众啊，一定啊要把好恶的心要放下来，要把贪求的心放下，人才客观，人才有智慧。所以刚刚是讲到啊，肉食者鄙啊，未能远目啊，是因为他们有欲求。其实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外面的诱惑很多啊，每一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人生的挑战。最近啊，刚好听到说他的同事，女同事，谈到这个婚姻啊，男女问题，他说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作为学长，您的女儿她以后找对象就是一个想法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。你看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大家冷静啊，现在的人那都二三十岁的人呢，看事情多远啊，多深啊，值得我们忧心。都二三十岁的人，到底我们教给他什么人生的判断？他是愚人之谜哦，利人之问哦。他的愚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对我好的感觉就好了，就可以让他
别怪年轻人哦，怪我们哦。为什么？他成长过程当中，父母老师都太啰嗦嘛，啰嗦到他已经哦下意识哦，一听到道理就排斥。哎，我成长过程当中啊，从没排斥过道理。我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比我大。喜欢听年长的人给我们谈人生经验，很有收获啊！包含我们这个态度啊，到教育界去，还没教书啊，只是在念师范学院，赶紧请教教三十几年、四十几年的长者啊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，而自己成长过程当中。一些重要的决定，一定脑海里就是爸爸、妈妈、父母话少，但讲的话呢有智慧，多让我们去验证。哎呦，爸爸讲的对，妈妈讲的对，不是啰嗦我。渐渐的，我们有时啊就会觉得一定要请父母吃。哎，这个习惯延伸到社会去。是要请老师知道，请领导知道，请年长有经验的人知道。讲到嫌多说啊，一来自己可能做得不好，二来讲的时候啊，没有针对孩子的情况去讲，他觉得讲一大堆他都用不上。所以在六十四卦当中啊，有一卦叫家人卦。周文王指挥哦，六十四卦里面就有一卦是专门指导家庭。里面提到啊，言有物，行有恒。道德相应，那个言语本身就是自暴自弃。假如一个父母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都是切中要害。哇，你的孩子会觉得孔子高深莫测啊！这读书书的孩子来请教他的排队了，因为他收了很多学生。越难求得到啊，孩子越珍惜啊。而心有恒，他的这些德行行为啊，很有恒心，很有毅力，而且这个恒当中啊，言行一致，好的习惯终身保持。接近的动作，
这是鸟兽的羽毛啊，肚子前面围的是一个野猪的皮啊，很粗犷啊。接受孔子的教化，背负孔子，最后成为七十二贤之一。到什么程度？临死的时候，他的老师教过他，死的时候都要端端正正。他最后一口气把自己的帽子转正才是。你看那个德行，让我们佩服。从这么粗犷的人被孔子教化到这么有德，孔子的魅力在哪里？孔子做到了，他是做到才是嘛，他是圣人。所以我们教育子女能达到好的效果，绝对离不开身教。不好的效果呢，我们要本就反思，这个言行要一致的问题。而且只要有开始，都不会先完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很多长者学了传统文化回去之后，反思忏悔自己曾经在家庭里面的错。本来孩子很叛逆，后来他是振作正改，他的孩子被他感动转过来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办课程，他来做义工，他还说呢，现在那些有机的食物啊，拿上来给这些讲课的老师吃，就是他儿子做的。他儿子本来游手好闲，被他感动回来，现在在做有机方面的事业。这都是社会很有意义而且最寂寞的事情了。好，那言有言语都跟真理相应，而且啊，还要有三巧方面。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不一样，你讲话的方式也会有差别。正直的人你可以跟他直，言语比较直爽。比较脆弱的人，那你就不能了，那个话太直了，他受不了。我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。而青少年他那个年龄比较尴尬，要大呢他还不算大，你说他小孩他不高兴哦，所以他是呢不够大人的成熟，他要装个大人的样子给你看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特别重面子，你就留他三分面子，顺势给他引导。你不要一下说对你好就好了，你也太没头脑了吧，你看得太短了吧。哇，你这么一讲，我不跟你好了。哦，你一下子就把它全部否定掉了，他很难接受。你就跟他讲，哦，对，对你好啊，很重要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青少年呢，有时候特别需要人家认同他？你一认同他的，哦，我跟你同一国的，对你好很重要。那你希望哦，对你好多久？你不就顺着他的思考把他拉起来了吗？是吗？好多久？讲话没有一定的啦，你要顺着那个互动很自然的啊，不要今天听完了像被公司一样哦，回去好好用一下，结果一用，对方没反应，
资料里是一心为他好啊，同时都有很多很好的业余要求。你说好很重要，好多久？假如他接说好一辈子啊，对呀、啊，真有智慧。可是假如你说好多久，他呆呆的看着你，那你就接话了。当然要好一辈子是最好的，是吧？那要好一辈子的哦，那个爱呀、啊，那个对你好啊，一定是真爱。真爱不会变，那你不就是在把什么是爱，不知不觉就跟他沟通了吗？而真爱不会变啊，人的爱哦，它是有源头的，就像那个河有源头活水啊。真爱的源头原点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孝顺。夫孝德之本也、啊、父子之爱天性也、啊、我说你要先观察这个男的对他父母孝不孝顺，那个爱才是真的，他就会去判断了。有一些年轻人说他对我好就好了，对他父母怎么样？这个就在引导他，他会判断。而且真爱啊，那是情义的结合、哦、所以男女终相夫妻是情义的结合，不是欲望的结合。而且他真爱你啊，他一定会为你着想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你的身体，会伤害你的名节，他是真爱你，真尊重你。他不会冲动之后呢，造成你还要堕胎，哎，那堕胎很危险的、啊，甚至以后就不孕了。他叫你真爱你啊，他不会考虑这些事吗？那他那个爱不是真的，那是欲望，你是冲昏了头，根本就没有为你想。他是为你好。再来，当然我们在引导的时候啊，要以孩子他能体会的一些真实感受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都是自己的话，他会觉得那是你，不是我。比方说我们跟他讲，你从小到大二十多年，你交过多少好朋友？他说我、哦、谁谁谁都是我的好朋友。请问现在有没有跟你在一起？他说有几个啊，现在在美国了，在那里了，或者失去联络了。人生的缘分哦，你很难讲能长长久久，难免会有缘聚缘散。这个男孩子他能想到的，我虽然有缘跟你谈感情，但人生的缘分不一定啊具备我跟你走向婚姻，所以还没走向婚姻以前都不能保证这个缘分，我必须尊重你往后的人生。假如刚好这个缘没记住，我又没有好好爱惜你，又失了分寸，以后你又找一个对象真的要结婚了，你那个丈夫又打听说哦，你以前跟某某男孩子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一辈子都不幸福。这个男孩子为你的未来考虑，这才是真正爱你的。作为学长啊，这不是讲给男孩子，女孩子听啊，男孩子也得听啊。这些话我们有没有去跟年轻人说过？你没跟他说过，他不懂啊，他没想过。
过了，我们只在那里害怕，哎呀，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得教他判断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话不讲清楚，现在他们也想不到了，包含你跟他说他对我好，他到底喜欢你什么，喜欢我长得挺漂亮的，哦，他好你的手，那你就要跟他讲了，以礼教者，礼敬而教书啊，以事教者，事情而教决啊。哎，这句话讲过没有？没有吗？今天没有，是不？因为还没讲二十一次。教者历尽而教书，以事教者，我们去看人家那些关系事情，等到他没有那个地位权利了，这个交情就不存在。别人的美色比你还好啊，而且自己的美色也不能保持啊。所以情感不是建立在欲跟色跟利上，应该是什么？以道教者，天荒而地老。接着还要引导回来，你希望别人爱你啊，那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爱的呢？是吗？哎，那你得让他了解啊，充实自己啊，提升自己啊，充实啊，真的能够经营好幸福美满婚姻的德行跟能力。而且你要告诉他一个人生真相，龙教龙，凤教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，这个他比较了解了。你只要再有学问一点，有德只有人，有人只有土，是吧？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你的因缘也是你自己的心、自己的德行感召。你假如重视德，你就会遇到能欣赏你德能的人。你重视色，当然吸引来的就是好色的人嘛。好，好，我们看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看课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